四日下午在首尔龙山区某酒店举行了韩剧《任意依恋》的制作发表会，金宇彬、秀智、林珠莹、林周焕等主演亮相发布会，并分享了拍摄趣事。《任意依恋》讲述了年少时因结下二元分离十几年的男女主人公，长大后以狂妄自大的顶级韩流明星和卑微势力的纪录片编导的身份再度相遇，从而展开的爱情故事。金宇彬扮演的申俊英是顶级韩流演员兼歌手，同时拥有雕塑般完美的外貌和聪明的头脑，浑身散发的魅力让无数女生为之疯狂。秀智扮演的卢以在一次揭露财阀腐败的事件中被对方告上法庭，并名誉扫地，被误会成卑鄙势力小人，是这充满正义感的纪录片编导。任意依恋将于本周三首播，该剧是否会红遍全亚洲引发大众的期待。被问到金宇彬和秀智两人合作的感觉，秀智说：우리는오빠랑은처음이렇게맞춰보는데일단처음엔너무어색했던것같아요 어색했는데당연히뭐처음봤는데어색하잖아요 근데뭐어빈오빠가너무촬영장에서배려도많이해주시고정말배울점이참많은사람이구나를촬영하면서제일많이느꼈던부분이고수채씨는제가배려를많이해줬다고하는데오히려더저희에게도움을많이줬고배려를많이해줘서특유의밝은에너지가있어요수채씨가그래서현장을밝게빛나게해주어서金宇彬在之前拍过的剧中都是以暗恋女主人公的角色居多，这次第一次挑战与女主人公的感情戏，对此金宇彬表示굉장히신납니다 그상대가수지씨이기때문에더신나고요짝사랑연기를할때도저는저혼자만이었지만멜로를찍고있었다고생각하고굉장히영광스럽고또그런거를그런멜로드라마를또시청자분들께보여드릴수있다는점도또개인적으로는되게신나는일이아닌가생각합니다정말신나보이십니다이분씨这是部事前制作的韩剧，被问到有何好处时，秀智说：대본볼시간조금더있고잠을조금더자고피부관리를그런점들이좋았던것같아요这部剧将和李钟硕主演的韩剧 W 同时竞争，对此金宇彬说일단종석이랑은자주연락을하는데심지어오늘아침에도문자를했었어요떨린다고오늘제작발표회간다고얘기했었는데촬영열심히하고있더라고요그래서종석이얘기로는W 스태프분들이타도한테를외치고있다고요실제로연애를지금하고계신데방송을본상대방의그런걱정이좀예상되진않았는지궁금합니다예이런질문이나올줄알았습니다굉장히응원해주고있고요드라마티저가나올때마다응원을많이해줬던것같아요또드라마에대한기대도많이하고있고민호형같은경우에는또저도친분이있기때문에고기는또굉장히저한테응원을많이해주고